宋仁宗赵祯，朝堂之上广纳谏言，以仁孝治国，奠定盛世的格局。官家是百姓的君父，要照顾所有人，都要忍耐，都要坚持。臣有要事请求廷议。请陛下辞退，请陛下三思，方能畅通言路。宁民而死，不默而生。后宫之内却是帝后不睦，宠妃骄纵，终日浸淫于是非当中。我简直不知道这里是后宫还是前朝大殿，你便拿出这千古忠臣要死谏的架势来。官家的私情与国事，便是想分也分不开。官家从未曾把我当成你的妻子，既然如此，臣妾便处处事事把自己当作大宋的国奴。他们不许我们有丝毫私情爱罪，天下之大，哪里有真正无私之人？4月5日晚间8至10点，华丽宫廷大戏，孤城闭